身旁的这一位是雪兰莪赛马工会主席丹斯利拿都张雪龙。那么丹斯利可不可以就是与大家分享，身为这次颁奖礼的颁奖嘉宾，您对于巨人奖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很荣幸今晚能参加这个盛大的巨人奖颁礼。我看到场面那么的壮观，我要恭祝那个赞助那些 organizer 很落力的筹备这次的典礼，祝他们这次的典礼会很成功的主办。是的，那么请向所有的得奖者说几句话，一些 something to our winner。 这个巨人奖对于那些得奖者是很大的鼓励，尤其是那些企业家，就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可以多更多的奖